各位來賓大家好，我現在正式宣布世界首批成功獲 ISO 9001國際認證發布會現在開始。首先我自我介紹，我是 Candy 鄭嘉文，我是文化文化藝術基金的董事。我首先就代表大會多謝大家抽時間在一個選舉日都可以百忙中抽空來到這裡跟我們相聚的，這是一個很重的緣分，而且亦都是鼎力的支持，我深表謝意，多謝大家。其實在收藏的路途中呢，我只不過是一個中介人，踏足這一行，所以呢其實在當中一步一腳印，我經歷了不少的感受，亦都是得了很大很大的祝福。因為在當中我認識了很多的良師益友，今天都在座有很多位，那我亦都希望在座其他你們的親戚的朋友亦都以下是我良師益友。咁其實我哋收藏路上面咧，最緊要就問一個咩問題？有冇人可以答到我？兩個字啊！我中意你，你同我咁一樣啊，豬頭絲。其實係真㗎，我哋收藏路上最緊要知真假都要聽，但我哋要學識咩叫假。但係而家講嗰個技術就係太日新月異啦，係可以用個勁字嚟形容嘅。咁我哋點樣去防咧？其實真係防不勝防喎。咁我哋靠咩去分析呢？很多老前輩就跟我說了，老化痕跡啦、科鑑啦，還有木鑑的。那大家究竟我們的知識堅不堅呢？夠不夠保障自己呢？又說我們所有的投資會付諸流水呢？我就識有些收藏家，他們整屋裡面都有很多他們說很厲害的收藏，有些就會請我帶些鑑定家去看了，但看完之後我的鑑定家就會聽講得真話的。哦，我望望佢，我不知咩事啦。跟住話，我驚佢破本啦。咁我真係其實呢啲係慘情，但呢啲慘情係 always 發生㗎，實在係慘不忍睹。但呢啲事成日發生，唔止係喺個人嘅收藏家身上，甚至乎係而家好多嘅廟私人博物館裏面，我哋成日都去到現場，就會見到好多好精彩、好精彩嘅字畫啦，或者真係所謂嘅藏品啦。我就試過同韓發先生同埋張新先生去到一啲嘅博物館，我哋竟然見到一個好精彩嘅物體，跟住個負責人同我哋講：呢個就係唐三彩嚟㗎啦，不過不作聲。哇！我同何生同阿張生幾難忍啊，個師師點算好啊？如果大家在座唔係在場，你估你哋忍得都少啦？我忍得好辛苦，我心諗我低下何生幾時笑，一望一望佢，望一望我，唔敢望啊！再望真係笑噶啦嗰時。好啦，我都唔阻大家嘅時間啦，因為我知道大家其實嚟到會場都係想知咩叫做 ISO 咧。咁 ISO 9001又係乜嘢咧？咁我哋都知道咩叫科鑑咧？我哋好多嘢，好多好多問題噶。我又不是專家，我就將時間交給你專家了。首先我將時間就交給你主辦機構尚德文化集團有限公司郭德森先生的，請郭德森先生。首先很榮幸在今天這樣的特別的香港最特別的日子都可以大家抽時間呢，即是來參加我們這個發佈會。首先多謝大家先。其實呢，我在得到即係話我的好朋友啦，咁樣嘅即係大家一起去研究點樣去參與呢件事嘅，我看到個哇係好榮幸啊！因為我哋能夠可以為香港、為我哋國家做一個貢獻喎。咁我就好啊，即刻應承咗佢哋就去參與做呢一件事情。係啦，咁首先我代表啦我哋嘅尚德文化，亦都代表即係其他我哋呢啲。首先呢，真係好榮幸嚇，即係喺今日咁嘅日子，
多謝大家嚟到出席呢個會。咁喺呢一次我哋嘅發佈會入面咧，咁我哋咧就有好多係以前可能香港未發生嘅，譬如話喺低水淡靜啊，升都可能未聽過嘅。咁而家咧，因為我哋有阿黃博士啦，咁佢可以幫我哋一陣去逐一去分享點樣去喺嗰個淡靜入面咧，點樣可以攞到呢一個即係一百六十個國家都可以承認嘅一啲證書可以攞到出嚟。咁我覺得係對於我哋香港啦，我哋收藏界、文化界同埋睇收藏愛好嘅一啲同行入面咧，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事情，因為咧佢將會係俾到我哋一個咧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佢亦都可以好持續發展嘅，而等我哋睇收藏界同可以買賣雙方咧都可以達到好大嘅信心。即係點樣？我哋去好，起碼我哋有個證書，即係話呢個係世界都認可嘅，而係大家都係可以接受嘅。變咗可以咧，即係睇買賣嗰陣時咧，就有好大嘅信心。咁我哋亦都希望咧，即係直至今日咧呢一個發佈會，即係一啲經驗啦，可以將來咧我哋可以推廣去譬如話國內一啲一齊分享啊嘛。咁亦都可以咧睇海外同埋海內。外嘅一啲收藏家，或者係一啲拍賣行啊，或者係一啲基金啊，或者係銀行界啊，佢因為而家個國家咧最新嘅一個公佈咧就係話，以前我哋嗰啲藏品係唔可以同埋一個資產嘅，咁啊而家佢哋已經開始咧已經進步咗啦，即係話就算我哋嘅收藏品咧都係可以同埋公司或者係機構或者係一啲私人嘅一啲著作能夠有價值，可以成。話咁對於我哋收藏界其實係一個非常非常之好嘅消息嚟嘅，咁所以咧，我亦都係藉呢個機會咧，即係話俾大家多啲去交流同埋喺呢個經驗上面咧，係可以大家以後咧可以互相去分享。咁首先我都係好多謝大家。咁有啲好專業嘅我都答唔到你哋嘅，咁專業嗰啲咧，我要留翻俾好專業嘅。博士啦、研究者啦、學者啦，即係佢哋對於古陶瓷係咪？佢哋已經係講緊係三四十年嘅研究，而我都同佢哋學咗好多嘢。咁啊，佢喺好專業上面咧，我就要交翻俾最專業嘅人去負責嚇。多謝大家。多謝學生。咁以下我介紹嗰位嘉賓咧，就同我好大關係嘅，咩關係呢？就梗係唔係曖昧嘅關係啦，就密切亦都唔係血統關係喎，就係、是、老闆咯、哦。因為我都話我係學紅發文化藝術基金嘅董事，咁當然上頭就有上頭噶啦。咁又唔係國家大老闆，不過係我大老闆啫。你慢慢主你好，即係學紅發文化藝術基金嘅主席何宏發先生啦。咁何生咧，大家都聽到何紅。都即係乜嘢啊？大家估到咧，大致上都可唔錯講嘅啦。咁即係伴住啲靚古董啊、靚青花啊、靚語言啊，我哋真係百慕先有嗰啲咧，好少人曬落地之後可能見到嗰啲咧情景。佢自細已經係做 B B 又整爛一個，跟住到十幾歲 B 姐又整爛一個，即係我個老細就咁成長噶啦。我就聽到老細好傷心啦，唔好整爛啦，我捐咗去做兒童院、做幼兒園都好啊，係咪？真係懶懶人咁咧，就係學生嘅成長咧，當然啦，佢就精彩啦，又發現啦，我啊聽到我就覺得好開心啦，當我自己成個旅行都成日分享啦。即係忍唔住要講一樣好笑嘅，我老細請我當日咧，即係想請我邀請我做佢嘅董事嘅時候咧，佢真係點我十點鐘夜晚，你估佢同我傾到幾多點啊？嗱，第日夜晚十點鐘，我要同佢真係共度唔知啦，因為佢老婆喺度。咁咧就係、是。由十點傾到第二日幾點啊？有邊個可以估下？哎呀，多謝你啊，李生，你都錯咗啊！就算夜晚七點都錯啊，係夜晚十點傾到聽日嘅夜晚十點。仲要我係傾完先至發覺我冇飲過水同食過嘢，真係多得你唔少啊，老細。啊，呢個真係呢個老細，如果你今日個聚會之後成會成為好朋友，記住自備糧草同佢傾偈。好啦，我就講阿何生嘅成長咧，佢係見慣好多好多嘅精彩精品嘅古瓷。佢教我哋一樣嘢，爭啲教壞我媽個女，真係
三你教壞我媽個女，但係我媽個女又唔聽咯，你教咩嗱？我而家咁咁死啦，貪瞓又驚。佢教我喎，咩叫睇真假咧？嗱，首先咧，坐喺前面，跟住眯埋隻眼，一望真就真，假就假，你有 feel 噶嘛？嚇！真係咁易？恭喜恭喜恭喜，多得你唔少我信就。阿張新老師咧就係國家嘅科研項目嘅。一間佢會演講，會教你點樣睇，同埋點樣去認定國家以後嘅標準嘅。張新老師話：咩叫做造就呢？淨係一個藍色啊，20色放喺個窯裡面，唔同嘅位置先出唔同嘅藍。哇！何生你咁教我媽個女，就唔知點算好咯，教唔到又話你善忘啦。咁咧就係、是、另外一樣嘢，何生佢嘅成長咧，因為何氏家族啊嘛，你知佢啲發郎彩都多到唔知點嘅，一擘大咋。哦，發郎彩針啊，咁嗰只咧，佢話我自細咧，翻到屋企悶悶地，就會同個妹玩咩遊戲好咧？誒、哎，玩咩咧？成日玩就遊戲嘅，飛姐、Jet、Umbrella、魚山，呢、這個我知係好多係國際語言嘅，有啲國語啦、英文啦、廣東話啦。魚山、Umbrella、借，你估佢飛到邊度啦？梗係咪飛入水桶度啦？你估飛入邊個度？邊個估中？睇有冇獎？唔係我獎，何生獎。有冇人估啊？佢飛咩啊？真係雨傘喎、哦，飛落精品園青花度。唉，真係，我真係又想捐咗佢啦，又扮下好人先。好啦，將時間交俾我哋。啊，我嘅摯愛啊，我自尊敬嘅老細，我何柏先生。今天呢很高興有機會讓我在這裡恭喜啊何氏家族先生，或者其中一件收藏品是第一件獲得何少頒發這個ISO 2001檢驗的歷史，這件是一件非常值得開學的事。我本人呢就雖然說自小是同母親一起長大，我阿爺是當香港三大收藏家之一，但是呢我是對古董的鑑證啊方面呢是絕完全沒學過的，是沒人教過我。咁當時聽啲阿叔啊、阿嫲啊講嗰啲嘢，老實講有幾多係真係幾多係假咧，我都唔敢講，但肯定唔係多噶啦。咁啊，直至到我退休之後，我先自己開始喺度慢慢學，所以咁多前輩面前其實我係咁。咁啊，但係咧，我自己因為近年亦都睇過唔少有或者啲世俗白的收藏品，佢俾個意見啦。入去佢嗰棟成屋都係點講咧？買翻嚟就好值錢嘅東西咯，但係賣出去我諗就100-200都要揾人做一隻咯。就係、是、咁，我覺得我哋中國幾千年嘅文化冇理由變咗而家咁樣嘅。咁但係點樣去？鑑定呢啲嘢嘅真假咧，嗱，起碼好似有啲國際認可嘅，譬如碳十四啊，或者鑽石嘅 GIA 啊，諸如此類。雖然唔係話100%準確，但起碼會俾到我哋有個信心咯。咁但係如果喺陶瓷方面咧，我哋係冇呢樣嘢。有咧，譬如。好似大學嗰啲叫你嚇、轉個窿，老實講，我真係唔係好想將某一件嘢咁轉個窿，整個識個識個真。咁而家咧，好彩我哋開始踏入呢一個科學鑑證，有 ISO 標準嘅科學鑑證嘅第一步。嗱，我希望呢個係第一步，我希望繼續發展落去，係可以更加。世更加完善。咁啊，至於講你話講嗰啲技術嘅問題，老實講，真
咁啊，但系咧，我係好希望喺度再次恭喜黃學生。老闆咁快就講完啦，我回去再聽過，我知道要逼我接入，炒我頭衣啊，唔好咁啦，最多我唔話你玩飛姐啦，踢爆咗你飛姐啲故事添。好啦，以下嘅時間咧，我哋就係請翻啊9001試嘅位嘅黃朝偉真古陶瓷實驗室有限公司主席李廣龍先生，呢位係真係好專業嘅專家，大家俾啲聲俾聽啦，以後我會爆得你啦，我請你翻。尚德文化集團有限公司同埋黃發文化藝術基金有限公司嘅邀請參與呢個盛會，同時能夠與咁多收藏家、專家、學者一齊見證第一批批數品質保證檢測同埋鑑定嘅報告。我的非常好的黃朝偉真實驗室有限公司相信是全球第一家獲得 ISO 品質管理認證的陶瓷科學鑑定機構，我們是運用雷射光譜和 X熒光光譜是分析陶瓷釉面的成分，以鑑定陶瓷是否是真偽，是否古物。這個方法是非常準確，同時也不會損害我們古陶瓷，不需要打窿。今天我們展示了三件物品，就是屬於我們英國的大收藏家何兆佳先生的，另外一件呢是我們在廣州來的首屈指的收藏家浩慶先生，劉先生另外一件是我們在中山來的澳門人的黃茂生先生的第二藝術展書，三件都是展示在那個櫃那裡。那我們今次我見到很多不單止是很多是大收藏家，還有木匠專家、師傅級的木匠專家，我們公司也有另一位我們內部的設計木匠專家張新啊，張先生是非常出名的北京的專家。我們有位白老師在哪裡？白老師，白老師你在哪裡？我為什麼會講給你呢？就因為一陣呢大家是去看那三件的時候呢，我們側邊有些專家是可以做一個多面的點評。今天還有一位是我有位姜炳書長，他是不懂聽廣東話的，他是我們博物院負責全國1650家博物館的一個批准的一個重要人物。那麼一個中國的私人博物館的一個批准都可以經過我們江秘書長，江秘書長他也是我投資的鑑定專家，目前是非常準確的一位專家，非常有經驗的。黃朝偉真實驗室有限公司，我們的目標要成為剛剛不知道誰提開 GIA 鑑定鑽石 GIA 啦，鑑定古陶瓷黃朝偉真，這個是
咗而家攞緊呢個9001嗰個係一個非常艱巨嘅一個過程。啱啱同阿 Michael 老師都傾過下，我哋經過咗15個月，每一個星期嘅一次，每次3個鐘頭，一個持續嘅一個讀書同埋培訓，先係攞到呢個9001。佢係全世界第一個喺儀器呢個鑑定古陶瓷，而係非常之艱苦嘅過程，因為佢係對儀器嗰個要求，佢嘅校對、佢嘅校準，同埋呢個儀器一個國際嘅標準校準嘅要求嚟去進行我哋嗰個科鑑定，所以出嚟嗰個數據係非常非常之精準。我哋嘅黃金測試係去到4.9/9，咁第9.9係3.9/4，我哋嘅儀器出嚟係咁標準，所以喺科學鑑定儀器嘅精準同埋標準係非常之重要。咁喺完咗科學鑑定個過程當中，我哋仲有6位專家係學術上嘅同埋係民間嘅高手，去再睇一次我哋嘅每一件嘅古物，先係做一個最終嘅鑑定報告。咁我哋今日已經係可以做到，就係話鑑定一件古陶瓷嘅真偽咧，已經可以去到90%。佢件古陶瓷嘅年份嚟講咧，係非常之接近，所以係我哋有少少驕傲其實，不過都係驕傲，不過唔係好拋嘅人少少。不過我哋會係繼續努力嘅，我哋係有個低數嘅17025。都係持續係相當好，咁就係17025嘅一個概念係全世界一個認可嘅一個係實驗室嘅標準嚟。咁我哋預期咧俾呢一個17025嘅一個國際認證咧，係會喺明年年中到9月之間，我哋可以攞到。比而家呢個9001係更加難，更加難。咁希望大家俾多啲支持，咁我哋都會努力。最後呢，就是祝賀這個尚德文化集團有限公司和何鴻發文化藝術基金有限公司業務蒸蒸日上，亦祝各位來賓身體健康愉快。多謝多謝。多謝李廣龍先生，李廣龍先生同埋其他一間演講嘅專家咧，都係我好尊重嘅，唔係老前輩，係有啲哥哥。咁咧就係因為我自己入行咧係冇背景嘅情況下入古瓷、古董、字畫呢行嘅，行個路易行，想喊添，唔喊。咁咧就係當中我遇到一啲嘅高人嘅時候咧，我就真係好似叫做咩嘢乜嬲蜜糖啊，蜜蜂嬲蜜糖。咁我就係梗係嗰只蜜蜂啦，咁我就會好中意佢哋，好尊重佢哋，好欣賞佢哋，咁會聽佢哋講嘢嘅。就希望所以大家咧用翻我咁嘅心情聽以下嘅專家繼續講嘢咯。咁我一陣間介紹嗰位嘅專家咧，就係、是、我哋嘅明燈。點解咧？佢就係中國一個國家派嘅研發組嘅組別，去提交一啲嘅科鑑，令到司法機關可以認定呢個咁嘅formula，而去喺打官司嘅時候 proof 啱定錯，贏定輸。你話重唔重要啊？嗱，呢位仁兄，而呢位仁兄咧，亦都係我嘅好知己，亦都係我同黃生都好欣賞、好錫嘅一位專家。咁就係張新老師。嗱，張新老師咧就係中國古陶瓷國家鑑定標準組委會副秘書，有請張新老師你好。張新老師成日蝦嘴，因為佢有陣時講廣東話，有陣時講國語嘅。有陣時我想聽唔明，又講廣東話咯。你好嘛？還是說普通話嘛？現在我們也從大陸來的一些專家，知道國家現在非常的重視重視一些科學的進展。特别像最近不是我们大浙江大学的一个事情是吧？产生了一些矛盾，打官司，也就是为这个东西的真假造成了很多矛盾。
的。另外的话，我们也知道一个情况，网络上也好，然后人们的交际当中也好，都是吵架呀，啊，铺天盖地的，你是专家班，你是国宝班，吵架。那么最后呢，国家呢也基本现在基本上也到了这一点呢，就是说我们还是走一个科学鉴定的道路，回到了这个主题上来。那么国家现在也非常的重视，就是有关科学鉴定的这个方式方法啊，然后人民的培训啊、教育啊，然后还有一个息事宁人的一个方法，就是说不要造成一个康派的一个争斗，非常的危险。非常危险，在那个在厦门也发生过，然后在重庆也发生过，由于争闹这个东西的真假，然后产生了争斗，然后又造成了放法之类的事情，都发生了，都是在一个大庭广众之下，很大的一个展览会上，跟庄家他就是用拳啊打得满出这些，所以这个事情国家都知道了，不知道的话以后会。好起来的，科学鉴定的道路一定会非常的光明，走得会非常很顺的。现在国家非常的重视，所以请大家放心，也希望大家除了我们演学的观点，去进行发挥、进行学习、发挥以外，然后跟科学鉴定结合在一块，我相信以后的这个路啊走得很好的，这就是中国的文物的保护之路啊，越走越好。谢谢大家。老师，谢谢邓老师，拉琴啦，多谢张新老师。OK， 跟住我以下介绍嗰位嘉宾咧，就系我哋今日嘅主角，就系首批获 ISO 9001嘅收藏家，亦都系一个自由写作人，亦都系古瓷收藏家，就好成功嗰位啦，梗系，亦都系我良师益友，佢就系何兆佳先生啦。嗱，何兆佳先生咧，因為呢幾日咧，我哋要開呢個嘅大會，所以咧就成日都會見面嘅。而當中試過有一日，我哋相處咗13小時，啊，好過少過我老闆係24小時虐待，簡直自備糧草，我下次識咗佢啦，下次我再揾工跳牆嘅時候啦。咁咧就何兆佳先生佢所講嘅分享咧，佢真係熱愛古陶瓷文化得唔到地步，但係聽者有份就係嗰個係幸福與快樂嘅笑容。而他講的嘢西如果你喜愛收藏的話呢，就包你冇冷場，因為你才知道哇，高啊高啊高啊高人，原來你是這樣的，那你就覺得這輩子不如做好朋友了，好不好啊何先生，收我做契妹都可以的，哇呀先啊得契哥了。那就將時間加一分給何兆佳先生，希望你們都覺得他真的講到絕無冷場了，請何兆佳先生。多謝各位，他們呢講得我太誇張了，其實我是一個普通一個很小一個小小的收藏家，其實呢就是我由很多年前很小的就已經開始呢很熱愛收藏，咁以前來講呢就是說呢當然呢今次家呢我就非常開心啦，因為我那個瓷器呢就能夠得到這個 ISO 第一個的認證到啦，咁我對我來講呢就非常欣慰的。咁其實咧就我唔係一個點樣嘅專家，只不過係咧我啊喺40年前已經係好中意去玩呢個收藏。咁其實咧喺幾年前咧，我仍然咧係未對呢個科教咧係作出一個正面嘅睇法。因為點解咧？其實我係喺好多年前咧，我睇嗰時候諗，我飽讀曬咁多嘅歷史，咁多嘅文化。有冇搞錯啊？呢啲科鑑咁樣就話已經係可以鑑定到啲嘢出嚟，係咪㗎咁樣？咁喺呢個文化各方面咧，我由呢個所有嘅歷史我都讀到好熟，啊所有鑑證嘅書我都睇過曬。有冇搞錯啊？你啲咁嘅科鑑求其咁樣又話可以得係咪啊？咁我個個頭非常之懷疑係咪啊？咁我以前嚟講咧喺呢個鑑定裏邊咧，我好中意玩好多唔同嘅種類嘅。咁喺呢個幾千年前嘅紅山文化開始啦，喺呢、這個即係皇帝朱棣帝谷唐玄宗信夏商周秦漢三國晉漢仇國唐宋元明清，所有嗰啲嘅年代我都非常之去熟悉去體會。如果深入啲講，
就是每一個年代都非常之去細心去睇，去學習。每一個鑑定的方法咧，我都是非常之去小心去研究。咁啊，老行啊，開片啊，縮紐沙孔，我都非常之去細心去睇。咩叫古瓷嘅低爪紋啊？咩叫牛毛紋啊？我全部咧都非常之研究得非常之清楚。咁我話自己咧認為我是天下無敵嘅。哇！你哋啲咁嘅專家，我去到嗰啲地方，我哋睇到啲人，我自己就喺度背心喺度微笑。哇！你啲咁嘅科學鑑證得唔得㗎？咁啊，係咪？咁咧我就我自己係好中意玩呢個瓷器嘅。咁咧就瓷器嚟講咧，我就比較咧係喜歡咧即係玩即係睇嗰啲宋代五大嘅名窯啦，係咪？尤其是個汝窯、官窯咁樣啦，我就比較係熟悉，好中意玩。咁嗰部瓷器最遠嘅可以講話二千年前嘅越窯啊，呢個上林字口嘅越窯。咁嘅時候咧，其次咧我就非常之中意玩洋青花，我覺得喂蘇麻利青花好穩陣嘅喎，啲人個個都咁講嘅係嘛。咁我好多朋友咧就一點啲新嘅鑑定書出嚟咧，哇！啲咩沙子紋啊、拉針紋啊、嗰啲咁嘅地球紋啊，佢哋就瘋狂咁樣跟住啲書去四圍去揾呢啲咁嘅珍品啊。咁啊搞到成間屋都係，咁我就好細心咁諗，點解堂堂嗰啲書一出咗嚟之後，就過咗兩個月之後咧，又有啲咁嘅瓷器出嚟嘅喎，咁樣我覺得好鬼奇怪，係嘛？咁咧就喺呢個元青花裏邊咧，我亦都非常之小心。咁喺呢個紅墨見聞永樂紅天宣德景呢個景泰天船一路落去咧，去到呢一個成化文字正德嘉靖啊嗰、那個每一代嘅油色咧都非常之相同嘅。咁啊，我覺得咧就非常之有價值去研究呢樣嘢。咁淨係科鑑就可以咁簡單搞掂嘅，咁我哋使乜睇咁多書、學咁多嘢咧？係咪先？咁去到你講到呢、這個龍慶就萬曆太昌天體崇禎，哇！好多嘅年份我都要嘥好多心血。喂，你咁科鑑求其鑑一鑑，咁你就搞掂，咁你又話係真嘅，咁我哋咪嘥好多心血去學係嘛？咁咧我就唔憤氣，咁我就成日都唔信呢啲咁嘅科鑑，我始終都唔信。咁我到我退休咗幾年之後咧，我就同啲藏家嘅朋友咧就去大家研究啦。哇！點知我好驚奇，以前見咗好耐嘅朋友咧，突然間呢度有200隻柴窯，嗰、那個有300隻官窯，嗰、那個又有500隻元青花喎、哦。哇！我真覺得好奇怪，開始我話咦，咁樣嘅收藏法真係應該要有一個認證，或者一個真係唔可以全部靠木鑑。如果我睇嗰啲書，睇完嗰啲書，跟住去買啲瓷器，跟住啲瓷器全部咧交幾個月嘅瓷器就全部係嗰個咁嘅程式嘅，咁多嘅，咁就個個去買，買到成屋都係，係咪啊？咁我咧就本身係學管理嘅，咁我一定要好去管理我自己嘅藏品。咁我咧就諗諗下，我有1200多件瓷器，不如自己睇完又睇，睇完又睇，又揾咗幾個鑑定師嘅朋友幫我去睇，就直接揀咗400多件瓷器咧，480件咧，就經咗3個月咧，日不停咁拎去黃朝李生嗰度去鑑。咁佢初第一代嗰時咧，只有一個槍機啊，淨係槍機鑑證。咁我走去鑑，咦？鑑咗400多件瓷器先得19件，你唔係嚇我啊？我係專家嚟咁滯噶啦喎，件件都唔掂嘅我話，好得人驚喎我話。咁啊，分分秒咧，黃朝李生嗰度咧就去 upgrade 佢嗰個儀器咧，就多咗呢個 X 光成分分析。咁啊，仲厲害，再將嗰19件一再鑑，死啦，得翻9件。我話哇，我1200多件嘅瓷器，經過40年嘅收藏，而家打正法得嗰9件。我話有冇搞錯啊？咁樣，咁我帶啲朋友去鑑啦，點知個個都俾佢打瓜曬，我已經係最好嗰個啦。咁好啦，跟住咧佢就攞 ISO 咯喎，攞 ISO 嘅時候咧，佢又再去更新咯喎，哇！又搞到好多，即係分開兩個部分啦。第一個部分咧就係一個世界標準嘅實驗室裏邊認出嚟嘅數據，我唔講錯啦。咁第二個部分咧，佢就非常之厲害啦，就揾到中國好高嘅機關咧嘅機構咧。係揾到3個部分咧，就去認證嗰個嘅數據同埋個老行鑑老行司法木鑑個部分咧。最後仲有啲全世界最頂級嘅咧嘅呢個傳統木鑑，佢全部俾佢包含曬。咁之後咧，
我就再攞個口鉛俾佢喎，哇！真係唔敢睇咯，真係相當俾佢丙拎份啊，冚棒都話過唔到嘅，有啲仲係考慮當中，好辛苦先過到一兩件。咁本來我今日咧就打算，本來佢就話：喂，你睇兩件啦、啊、咁樣。我心諗咪搞，如果打兩件打爛一件都好啊，如果兩件打爛曬我大劑我啊！我收藏四十年俾你咁搞法唔制，我都係帶一件好啦。我話得搞我咁嘅時候咧，即係我喺度咁講咧，就有一個我喺個少少收藏家咧，我就唔信，知道佢信咧，就經過一個過程咧，其實咧係一個即係好大嘅，即、就、係、是、一個外間嘅爭議。我去到啲古董鋪度買嘢，啲人話：誒、你唔好信佢啊，佢嗰啲啊邊係鑑證啊，求其咁鑑一鑑又話真。我哋古董鋪嗰啲啊。做咗幾十年啊，嗰啲先係真嘅咁樣。咁但我都唔係蠢仔，我都好精啊。我啊將嗰啲經過科學鑑證咗嗰啲咧，就同嗰啲過唔到嘅去對比。咦，發覺真係唔係喎，過咗科鑑嗰啲真係嗰啲油色完全唔相同喎、啊。咁跟住咧，我就諗，我識木鑑咧只係半桶水嘅啫。如果我識埋科鑑咧，我先至 perfect 噶嘛，係咪先？咁我將嗰啲經過科鑑嗰啲咧，就經過兩年苦心咧。日夜去研究，不停去研究去睇書，然後先發覺到咧，哇！呢、這個相當厲害，就算呢個 X 平方成分分析咧，原來要分三個部分嘅，就係、是、呢個咧常量元素、恆量元素同埋微量元素。呢、這個微量元素咧，只要有少少現代嘅物質，貝斯啊，呢、這個貝斯啊，呢、這個鉅嗰啲砷啊，同埋嗰啲，總之係現代嘅物質，你多啲咁多都唔掂。咁我話咦？係啊，合理啊，現代物質。如果唔現代物質唔啱嘅，應該俾你打靶係咪？喂，唔係喎，正正啊，佢話硫都要打靶，依樣又打靶，嗰樣打靶。我話喂，有冇搞錯啊？呢啲係常量元素喎、啊，古代都有。原來佢可以同呢個中科院唔知點樣搞出一啲出嚟，就話喂，我哋認證到呢啲新油色係咁嘅配方，啊，舊油色係咁嘅配方。又可以對到 DNA 阿媽嘅喎，哇！原來勁到咁樣，連常量元素啱都俾佢打埋靶，咁又幾淒涼咧？係嘛？咁再加老痕木鑑，又話再加全世界最頂級嘅木鑑，喂！過嗰三關真係攞命嘅，全部乜都冇俾佢打到，係咪先？你話幾淒涼？咁我喺度諗緊，喂，咁我好唔著數啫。如果我成，我話正話你個科鑑啱嘅時候，我另外千幾件嘢點搞啊？係咪先？係嘛？即係全部即係。啊！乜都冇曬，咁我諗咗好耐，點唔係喎？即係我喺度諗，中國有一億個收藏家，點一人一件啊？點會去揾一億件珍品咧？係咪先？如果依個 ISO 9001係掂嘅，喂，去邊度揾多咁多件真嘢咧？係咪先？冇可能揾到咁多件真嘢㗎，啊！只要有一件真嘢，我就可以對沖成萬件假嘢噶啦嘛！嗰個價值係咪先？喂，我死人都唔賣住，咁樣講，係嘛？死人都唔好賣住，呢個最聰明嘅做法係嘛？咁因為點解咧？我哋每日中國咧製造假錢咧就超過100,000件，有啲講話甚至係150,000件一日。真正出土到代嘅精品，又係完全係好靚、好有價值嘅咧，一件、兩件、三件都。咁即係話100,000件裏邊都冇一兩件，咁我呢件梗係好貴啦。咁我唔見到啲千幾件濕濕碎啦，係咪先？咁咧，我就經過我自己依個咁嘅心得咧，我希望大家都要明白咧。如果我哋唔去真係鑑真咧，我哋揸咗大扎藏品咧，成屋都係行都行唔到嘅時候咧，就其實係好煩惱嘅。又要揾個地方，我以前揾個地方咧，幾千蚊租咧。有啲甚至去到加租加到萬幾蚊一個細細嘅貨倉咧，擺十幾廿年，咁啊計嗰啲租都好攞命咁咯，我覺得就係嘛。咁如果你鑑咗出嚟幾嚿擺咗保險箱，咪5,000蚊一年啫喎。咁呢個科學管理係非常之係有效率噶嘛，係嘛？我哋有時講 efficiency 都要講下 effectiveness 噶嘛，有時都係要咁諗啊嘛，係咪先？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咧，我就非常之佩服佢啦，因為呢個王朝維新呢個李先生咧，佢就俾。即係可以講咧，以前咧就係千夫所指啊！喺個荷里活度個個都鬧佢嘅，咁我哋都唔敢出聲同佢講好説話，因為俾人哋係咁追住鬧，話佢假嘅。點知而家原來發覺到原來咁勁抽嘅，俾幾年之後咧，人搞到咁樣嘅，咁我哋真係非常之佩服佢。雖然我唔見咗千幾件，我其實有時都好嬲佢嘅。
咁我而家都好佩服佢嘅，因為佢真係教到真嘢出嚟，係衷心咁佩服佢嘅。多謝各位。我都好佩服你嘅，係真㗎，大家聽到㗎啦，嗬！我翻嚟落俾阿媽指先啊。其實咧，好多嘅收藏家佢哋都經歷咗慘痛的戰爭，男主角最佳主角獎，啊，作為編劇啦，你算啦。咁其實你知佢哋點樣教我？真係救命！佢哋話 ：Cammy，Cammy， 嗱，你望下我，係咪睇到我都話得好老啦嘛？話咩咧？諗錯曬啦！你哋哇，好似細路仔 pat 咁好聽，你唔好行，好正啊！係，但我冇好似你哋摸得咁投入，因為我係初學㗎，我唔學得你哋培養咗咁耐感情，仲要同佢談咗咁耐戀愛。但當你發現個細路仔 pat pat， 原來唔係細路仔 pat pat 嘅時候，可能係你談咗好耐戀愛嘅男啊當女，女嘅當男，然後發現佢係人妖，呵呵，恭喜發財。咁你先科鑑之後才知道，原來你那千幾件有幾多件是人妖呢？那些細路 pat pat 變成大人呢，還有婆婆添，可能阿公啦，真的很淒涼啊！但是如果我們在當中聽多些、學多些，大家一定要有福得地識到啲叻人啊！譬如張新老師咧，忙緊睇機嗰個啦，聽不懂廣東話嗰個，仲有阿何兆佳老師啦。李廣龍先生，如果我哋識到呢啲咁嘅良師益友，我哋起碼咧可能交少好多學費，甚至乎唔使交學費。好似我呢啲咁嘅人咧，我暫時唔買古董住，因為我唔識，我就係中意收人送俾我嘅古董嘅啫，冇咩福德咧，我都覺得係啊咁。大家真係好好咁樣，今日把握時間同呢啲良師益友好好咁樣好好咁樣溝通啦、學習啦，同埋感激於心一切佢哋經歷過嗰啲咩受咗 pat pat 啊，嗰啲咩人妖的故事啊，銘記心中啊！如果唔係交個學費咧，真係成億成億計到。但如果你有一億嚇，冇就買一力多啦。好啦，咁啊，將時間再交俾我哋嘅大會嘅主辦機構啊，郭德森先生。但係你冇先受到啲 pat pat 就冇嚇。到依家咧，應該咧大家都好緊張，同埋咧好開心啦，因為聽過咁多位講者專業嘅嘉賓，同埋呢個海證嘅收藏家，咁啊好多嘅介紹。咁我相信依家大家都好想快啲咧去睇下我哋價值連城嘅一啲寶物。咁我咧就首先就好多謝，再一次多謝啦，多謝大家今日咧嘅出席，今日咁嘅日子都嚟支持我哋。咁我唔想阻大家太多時間，希望大家可以多啲交流，同埋我哋啲專家中嘅專家，係嘛，同埋睇一睇我哋嗰啲價值連城嘅寶物，咁啊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好多謝大家。主角阿何生就話：一齊影相啦！咁我哋所有嘉賓同我哋主辦機構同埋我哋嘅協辦機構一齊影靚靚相啦嚇！啊，大家 stop action 嘅，遲啦！第三位我們請啊得獎者一齊影相，一二三多謝